北京时间12月30日 ,2021-22 赛季 NBA 常规赛激战正酣。根据赛程安排，勇士队将于明天客场挑战掘金队。在今天早些时候，勇士队官方发布了球队的登机照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库里的心情还是不错的。面对镜头，库里笑得十分灿烂。在昨天86-89负于掘金队的比赛中，库里出场39分钟 ,16 投6中，其中三分球14中5，合计得到23分4篮板4助攻。他达成了生涯3000三分球里程碑，同时库里追平了自己的连续命中三分球场次纪录157场。只要他在明天的比赛中再次投进三分球，他将创造新的纪录。距离复出越来越近的汤普森也随队出征，他戴着一个黑色墨镜显得十分酷炫，手里还拿着一杯咖啡。在他和库里的照片中，勇士队官方写道：水花兄弟雨天出发。其他球员中，库明加的打扮最为亮眼，他穿了一身有蜘蛛侠元素的粉色套装亮相，令人眼前一亮。在昨天比赛中，库明加出场16分钟，6投3中，得到9分2篮板。随着赛季深入，库明加的表现越来越出色。另外，安德森、维金斯等球员也都纷纷亮相。看得出来，由于下雨的原因，大家都穿得十分暖和，也都将自己包裹得十分严实。目前勇士队战绩为27胜7负，排名联盟第一位，领先第二名太阳队半个胜场。勇士队明天的对手掘金队17胜16负，排名西部第五位。